起来了，朋友们，九点多了。太阳太毒了，眼睛都睁不开。大家好，我是似水年华，开着中巴车跟我爸啊，正在穷游中国。这是龙山的车。这里来了个拖拉机，这是真高啊，这种很少见啊，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水里走的吗？这么高，看这个高度，应该有1.5米。这是喷雾机啊，高得很。走吧，爸爸。走，继续出发。鱼鸟天堂，藏城冈察。冈察是个县啊。能过去不能？宽不宽？可能2米多一点。这，稍微一点，好，这，没问题。前面就是青海湖，然后现在这条路啊是个小路，前面是村庄，看能不能到湖边。就顺着这条路啊走一走，试一试，导航上是没有这条路的。走到头了，朋友们，前面是限高啊，2米，这是过不去了。2.6米，我们跟着这个摩托车是跟到头了，少爷，到头了。这过不去。大伙儿看看，这是真过不来了啊，真不行了。限高是2.6米，咱们这车呢差不多3.1米，真不行啊，真不行，过不去了。2.6米，这房车是不行了啊，不管什么房车 ，B 型的、C 型的，都不行。这没办法，只能走了，去前面看一看。我旁边这个就是青藏铁路，这顺着这条路。走走看看吧，看有没有高一点的地方。这个是3.5米，火车来了。
朋友们，这个路啊又走到尽头了啊，这边呢都是水了，这水挺深的啊，再不敢往前开了，你慢点，别掉到水里了。前面这个轮子已经开到水里了，看人家的小车就可以啊，不受限高。大伙看看，这又是 AD 钙奶又是啤酒的，就扔在这里，太多了啊，真的啊，别扔这里，真的别扔，拿回家还能卖上一毛钱，对不对？太多了。走走走吧，走，这谋肥了，这开到头了。如果说没这个水的话就可以过去啊，这可能是涨水了吧，不能老心。嗯，还是走大路啊，朋友们，大路好。朋友们，到了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我想象中的地方，露营的地方啊。真的是风景如画呀，这里风景如画。这还有车辙，我就不往前再开了，就到这里就行了。朋友们，咱们这个车呢是又大又蠢又笨啊，这还能开到这里来，真的是不敢想象啊，不敢想象。
特别好，但是冻得不行，穿个衣裳。今天就听这波吧，咱不动了吧？好，明天再说。哎呀，太冷了。那边那个谷面一样又放肆，是中午了啊，爸洗洗手做做饭。中午吃啥，爸爸？饺子。还吃饺子啊？中。我们的午饭还是饺子啊。咱昨天馅不是包完了吧？爸，不是还有点冻肉嘞，多了多。啊、哦，冻肉化化，多多。还能再吃一次。好好好，饺子好啊。嗯，不错不错啊，真不错。依旧啊，焖一焖高压锅。今天这个环境好，往前里摆一摆。放在这里好啊，哈哈哈。就摆在这里，稳稳当当。看看前面的湖，哎呀，看不到头啊！看看，好得很呐，一个都不烂。中，开吃啊，朋友们，吃饭了，中午了，来，味道真不错。这个青海湖啊，真的跟海一样，尽头是天，湖平面和天是齐平的，真好看。不下雨啊？也不会，不是啥，你谁呢？还是那句话，朋友们，移动的风景，不变的家。
最后一个。干干净净的。哎呀，这个饭吃的是真舒坦。来了两个游客，一对夫妻啊。车头正对着青海湖，这下午没事啊，就在车里静静的看着啊，也不热，刚刚好。吃西瓜，朋友们。吃。我爸去转了一圈，看看这是什么。我看这是帽啊，这是羽毛。没见过这么大的，真大啊！和别上尖啊。这草地上，你看这个形状还不一样。就是啊。本地师傅走了。这本地师傅啊，说我们真能找到这个地方。他是第二次来啊，第一次也是这个当地的带他来的。把我的电动车推出来了，咱们去转一圈去。我自己都服了我自己，哈哈，伤疤没好，又摔一下。那个可能是个石头吧。没事啊，朋友们，继续走。这到好路上了，这边有很多的牧民啊，很多的牦牛。小牛正在喝奶。这边是牧民的房子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。刚刚问了一下前面那个大姐吧，她说他们家养了40多个牦牛，100多只羊。这里是两户人家啊，这里一户，然后这里一户，两户人。进来看看，这边都是牛粪。牛晚上就在这里吧。再把这牛粪给收集起来是吧？就烧火吧。烧火啊。这些你们养了多少只牛？听不懂吗？这个牛粪好啊，这个烧火用好得很。走了，不好沟通啊，大概还是能沟通的。这一片全都是你的。哎呦，那你这个地方在大啊，在1000只羊养了、就是、牛养了没？牛养了。牛多少个？100多。牦牛吗？牦牛。羊的话，今年羊羔子1只500多。今天羊价钱高，不好，不太好，也不太好。这里边游客多不多？啊，游客多不多？游客是啥意思？游客就是旅游的人，像我这样的，不多，不多。在，我也是从那边那个铁路那边过来的。上面的。上面远得很。对，这你的马。就是。哎呦，这好得很。你们地方啊，再大。大吧，这不都你的地方？就是，好得很。骑不骑车？骑下来。给你骑下来。
那马我给你抓着吧。嗯。不跑吧。慢点啊。可以脚踩，可以那个啥，可以垫。把垫扭上，扭上那是垫，扭上就走了。哎，就是。他骑我电动车，我不敢骑他的马。可以吧？方便的很，这个。车里车上住啊？今天晚上住的吗？对，今天晚上再不走。哦，住的吗？再不走啊？今天这住在这里？对，就住在这里。对。啊，行。这看你年纪也不大呀，你。啊？咱俩差不多大嘛。好像就是吧。你几几年生的？我在32。32啊？那你是90后啊？我不，我是80后，我还比你还大一些。哦，羊的话养一年就能卖了吧？嗯，一年羊羔子就一年就卖，一年就卖。卖羊羔子一年卖。卖羊的话得养多久再卖？母羊不卖，公羊卖。哦，母羊不卖。嗯，光卖公羊。嗯，就是。公羊从这里长大啊，嗯、从小从羊羔子长大，嗯，得多长时间就可以卖了？几年嘛，就是公的，公的2-3年吧，养2-3年才能卖。嗯，2-3年卖就价钱好一点。走，你骑着走，我牵着你的马走。走，这边。他这个马是走马啊，不是跑马。把这个马绑在电线杆上，一个皮卡，一个摩托，都是小伙的。这门口啊，堆的牛粪，烧火用的，堆的挺多的。房子不错啊，挺齐全的。这是你们临时的家吧？就是临时。还有个房子？还有。还有在哪里啊？东这边，我们东这上面还有。这就是大吧，大，这个等于说是牧场的家。嗯，就是，上面大。你看看他们的摩托车队，摩托车队，这个沙子山上得了不？嗯，就那边上面，直接就上去嘛。嗯，上去，直接骑上去。上去。哎呦，那厉害啊！这个排量是高得很，300的。300的排量。嗯，就是。这就越野的摩托车呗，就、嗯、就是，他们进来了。哦，对，再看得清，看得清。哦，直接就骑到沙子上了。嗯，就是。我说你们一天玩的也刺激的很呐。嗯，就是呢。你这个为人父了，应该要稳重一点啊，对不对？两个孩子了都。嗯、两个孩子了。羊的话会不会丢？不丢。一千只一直丢不了。我在几个丢的。几个会丢啊？嗯，哎，来车了。这卖凉皮的。卖凉皮的吗？啊。哦呦，这还有卖凉皮的。嗯、你们要买一些吗？买呀，我追我的一个朋友。哦。朋友，我来了。那好。我那个羊不卖的，那个我这个就说你这人不年就是吧？啊，五年成本怎么样？给你分发啥？这个俺们公鸡正好。这单鸡腿。单鸡。嗯。哦呦，这凉皮。这俺们这几个地方就。这没有了。这个不错。这一袋是牛毛，这个也是论斤的。30多块钱。30多。那也价钱挺高的，就是这牛绒呗。牛绒啊，这个几公斤？嗯，没有，10公斤的，10公斤。就是挺软的啊，软得很。这个是房子后面的院子，跟房子连在一起。这是最初的啊，然后他们又建了一个，说这个房子花了20000。这是最初的泥巴房子。哟，里边鸟不少啊，鸟不少。
你看都是牛粪啊，都是牛粪，这么大一块儿，还有菜。那他们这个炉子这里边啊都是羊粪，然后就直接就这样烧就行了，直接拨进去。牛挤的牛奶吗？啊，牛奶出的。取了啊。嗯、吃的白菜。我吃的，你吃一下，味道下的很。吃一下。哦，就是一个那个。慢的，这个那个。嗯。味道香不香？这奶渣白菜。真的奶渣。是奶渣吧？嗯，就是。奶渣啊。嗯。就是酥油取完之后的渣子。啊，不是渣子，这是。所有这边奶茶是这，所有这边只是其他是，这东西营养的很，我知道。营养好，营养好啊！在我们好在可能不经常吃，吃不惯。那就是吃不惯。嗯，你们吃这个香没在？嗯，香得很，越吃越香。就是，越吃越香。有点卡，这就是我，你关注点上。嗯，关注点上。哎，这还没登录，不行，你看吧。这有点卡在。啊，那你粉丝多耶？粉丝不多，一点点粉丝。对。今天也是非常的高兴啊！其实，这杨同学一家人啊，真的很高兴。高兴不高兴？高兴，高兴，高兴。嗯，好好好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好好，走了，走了。朋友们走上好路了啊，真的也是非常的高兴啊，有幸认识这杨同学他们一家啊，一家四口在这里住。他92年的，老大的话都十几岁了，结婚也早，他说他15、16啊就结婚了。就这一片的草原，包括我们停车的地方，这都是他的地盘啊，朋友们，都是他的地盘。我让他关注了我，同时呢我给他说了一下，让他也拍拍视频，记录下这草原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不是说谁都能记录这草原的生活的，刚好他有这个条件，养了1000只羊，100多只牦牛，怎么说呢，我觉得还是挺能干的啊，真的啊，这成本呢并不低啊，并且养牛养羊也有风险啊，还是敢打敢干啊，真的敢打敢干。